不要当个四天工作人员，以后连通告都没得上啊。好，想题目是吧？想题目，所以你们平常想题目都是没有一个方向，完全没有一个方向，就是想说哦，你不要录，让个题目组出来。好，我觉得你很想东西都是对的。好，你没有东西。尾鱼第一个任务就要想录影的主题了，不过看他这部不争气的模样，要想到的话，哎呀，似乎是很困难的事情啊。我还蛮想问隔壁的同事，为什么今天会想来上班？大家都是刚来的，有好受益。那。我们现在就是一起刚来，刚来，好，一个小草，小草，多多指教，多多指教。所以你现在在想题目吗？匆忙，赶快去！上班不上班，挖个洞给别人跳，你还是好好认真想主题吧。顺便一提啊，刚刚这位装忙的小曹，你这个月的薪水，我想你再装什么忙也不会有了啊。嗨，老板，监制说我们要想我们新的节目片头动画，他现在在卫视楼下等你，那你可以拿那个镜头给你。好，五分钟给我。五分钟，下去也是十分钟了吧？十分钟，要先看有没有要修来的，然后再带走。好，来。只是去拿个片头动画，都在那里含扣时间太少。哎呀，你当你是要去生小孩呀、啊？要不要干脆第一天上班，这时间精彩比较短啊？一杰，进来的，有别人在。不能那么开心。不要那么开心。怎么大家都看我像逼的？没有啊，说柜台没有。宋楠姐，快点，我的老板 B2 在等啊。来听，这个，这个吗？手机的主播。啊，这个吗？这个。那，你现在赶快回到星星，上去。对，完了，你是哈利波特，快点，好，快快走，先走了。拿到片头动画就赶快回去嘛，竟然在这里跟咱们素颜的鬼鬼闲聊，看来你这个家伙完全不知道十分钟压框就跟十秒钟一样，一晃也就过去了啊。小凯，你有睡不着？约一点多嘞，一点要啊，到吗？到了。去干嘛？去20分钟哎，去哪？然后我到公司，然后就是他们就好。我一定要出外景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是新的工作人员，现在已经很难为。